不知江东并多国君，你有鬼当将不成的张子君，不肯来降，也曾命军去前去施府，为此今日讨连人马，一时准备叫我他们不战而人降。王兵和他约好，嘿，孟将官，开约好，
两大挑选，人臣过劳，各告王众。待王若招纳挑选，小臣倒有一计行下。尊臣有何妙计？挑选有两个女儿，长女乔姐，人臣大乔，精通武艺，此命乔安，人臣小乔，保住病逝，此儿女者，国事天相也。再望何不纳儿乔为妃，死者泰山之中啊。如此说来，你约得江陵王，又来儿凤凰。请您尊师准备厚礼，会同丹阳太守薛延前去。他若不从，兵起丹阳。遵命。Thank you.
小于三五年，第四thank you。
王两度高兴，与计已脱，他派万山前来恭听车上百一辆，若能人又如江鱼王大师与文化，此乃相中之大幸哪、啊好酒交火的人，那看待不朝堂，常言道当一桩啊，秋木难了冬凉。好好好，果然既然天然，请人喜事一桩，就问你爱凉风化。有道是良辰则君而逝，良禽则鹿而栖，即是瑞鸟当配神龙，此番取得无惧，必是朝下之章。来来来，将彩礼呈上。来来来来来来，请再次之王表你五福相克，小伙，你我脱了出去，脱了出去。小伙，你要有远见的才识啊！如今东吴德王雄兵百万，战将千员，舍父死志，一手独上江东，眼看西转四海。有道是呼啸则长江倒流，叱咤则风云变色。老婆有曹操伤的女儿多加操了，不要这样，藏好拐教条。啊，小公，你老人家就应允了吧？你若不然，满师傅上两个小姐，就是我这丹阳地面也难以保全。管是啊。大兵一到，朝夕难保啊！小公，你不要锦绣不吃，吃饭了。什么？王大人你要吃这碗，可是百般不济。小公，有奉茶送客。哎呀，倒也干净啊！啊，小公。只要三次免之后悔啊！哎呀，今日不谈了，难日再商量，你我后悔有期。不送，我们自己走。倒不要了。Thank you.
人啊，你若是骂了我，就如同骂了我家大王一样啊。怎么着，你说的就是那严白虎吗？真是东德王。严白虎这个人我倒是久仰啊。是啊，国家在望，好威风，好杀气，好似一只斑斓的猛虎。今日屈驾求婚，真乃不世之宠。今日云霄飞，明日百贵妃。诺诺诺，下官不才，女儿为小姐何喜来了？呵，你可真会说话呀！哎呀，确实如此啊！你过来，我有样东西，你给严白虎带去。怎么？我为小姐有什么表记相赠吗？不错，正有表记相赠。哎呀，妙的紧呐！哎呀，来了！哎，在哪里？哎呀，哎呀，哎呀！Hey, hey, hey.
中盘圈压境，不谈松一招。天地真孙哪测，大有法。天地生，我唱
安吉白酒，安吉白酒。啊，吕先生，食材在郊外这里，那孙子讲什么新方之道？你看本帅，郊外这里乃是燕吴，日今夏季乃是西温，怎能是不是金邦之道啊？啊，元帅，这里夏季无事交情，此刻若把它当作金邦之道，则不可。哎呀，你怎么也来了？好，不讲了，下棋，下棋，下棋。
岂不是烧香引鬼？啊，元帅就该发兵攻打那阴伯虎啊！发兵不成，施酒献城啊！云呐，云呐！从来君子当礼让、啊，哎快！倘若阎伯虎犯我圣春秋，当如何？让他几人有我帮。你把大义担负了，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Thank you.
将军是英雄，公子岂能对家臣投袁术，带领着臣仆黄盖人西帝王，太极创业扭转乾坤，壮志雄心气魄尽的大好江山，带起兵击骨头是他心机，我要扶这公子披荆斩棘，起身江东八功臣，说什么人的难去待命，大丈夫身中那金秀
天成云集早行，不见江山照烟明，满怀风雨敢去飞，百战豪情
奉了皇差，就此马上加鞭。
两二人做伴侣，怎用啊？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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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最美男儿好，老乔娟忙里偷天就好念，长公的放一台好爹回去吧。
计。他此为是了将周瑜不与法皇太不他见我哎呀岂敢岂敢哎呀呀真是逢人即会逢皇太本官不见呐、啊！阁老，你将是特来拜庄，怎奈小姐？小女无知 ，no no no， 我只想赔礼了。三，请到庄中去啊！朕要拜庄，恭请前厅。三，随我禀庄，列位庄海大义。You are
地狱魔王，今天何故欺压子君？娘子三天元素天阴赤阵，谁知觉老子走暗抽身，佛图上帝为此将之以传佛以兵为之，地来兵马要都闯江北，不成功将军为了这兵将传佛与兵为远不了路，又倒是心房在身不在地，直到换得活啊，佛老，今军中吃了，何来百官与佛老商议粮草？粮草嘛，将军只管放心，粮草早在老佛母的身旁啊。俺尊称，爹。
若论台兵不成，统帅战军也有都到之处。怎么着？你说你熟读兵书，精通战略，大乔抱怨领教？愿闻赐教。好，明日乃元宵佳节，我摆个阵势，将军可愿前来破阵？好啊！两队白阵兵，孙策大愿奉陪，我一定领教。一定奉陪。
真不愧于兄长阿父，此才孙策仁兄一时失言，惹得令爹要摆阵比武。我老不但不从中拦阻，反而主张他们，只恐此事危呀，有些失算了。将军，我弟弟与我弟弟乃是封常所系，将军你乃从兵之
粮，可是他那未免太傲气了，居然看不起咱们女孩子。哼，明儿个非得给他点厉害，经过这回交手啊，日后再帮他闯江山打天下，可再也不敢小看人了。嗯，话虽如此，只是你把事情弄糟了。我呀就是这个脾气，不服气的人非叫他服了不可。Yeah.
这个阵太好了，您就交给我吧，师傅好。没跟你说嘛，岁数还小呢，以后再交给你，瞧你这啰嗦劲儿的。得，我师傅生气了。我把你这无有痴气的东西，真正的不无存残。有这样的好师傅，会教不出好徒弟来。你呀，你真正的不存在，你不要再次请我。你呀，你若走，你若走，你若走了出去。我家的徒弟，左一个不成才，右一个不成才，瞧你们这个包子劲儿的，哼！我不教便罢，你教他就会。我就不信他学得会呀、啊！我就不信他学不会。瞧瞧，哎，过来，哎，你呀也真口气。今儿个我非教你学会这手不可啊！师傅，我学得会呢，怎么学不会呀、啊？快！咱俩想听听，他实在是难呐、啊，再难也得把他给教会了。妹妹，你往后点儿，瞧瞧，哎，好好看看你师傅的门道。哎，师傅，瞧瞧，哎，师傅教你摆阵，你要用心学。Thank you.
还有个绝招呢。哎，师傅，您别留一手，快交给我呀！只要你记得住，师傅都交给你。我都记得住，好看枪来了。正犯人不了，他两个公子。
头，你来是神呐、啊！我和老将军测一下，结果娃娃他到知心的坟了。二位公子，我给你们送战图来了。什么战图？哟，你儿子不是我师父摆阵孙将军去打阵吗？啊，那我师父摆的什么阵您知道吗？不对呀。那得了吧，我把阵图拿出来你们一看，不是就赢了受不了了吗？说说快将阵图拿了去来。哟，我拿不出来。怎么？怎么？在我肚子里呢。哎，你们别着急呀、啊、我可都学会了、哦、说给你们听不是一样吗？好，快快点来。你们听着，待我说来。行不伤兵死五门行列涛栾豪鹰夜翅展翅you
岌岌可对呀、啊。不用看了，明天您可准去，可别忘了。好，我走了，哦、我走了。还有一个事儿。公子、啊，明天您去打阵，正好是我擂鼓、哦。您听见我那鼓声呀，轻轻的敲，可别往里闯。对火，那是虎门。哦，你要听我动不动动使劲敲，您就往里闯，没错。好、啊，我走了啊。哦，对了。若非悄悄前来送信，明日破阵。传票大飞正则乔家妇女各有大志，今明悄悄前来送信，为的是两家下一手共进江中，仁兄就该速决进京之策。好，请吕先生。有请吕先生。皇在堂，英雄会，披袖战擂龙兵旗。将军，万东兵长刘和军，请你一路，我一连火敲下兵马，一路明日兵兵变成一家人和，公子就该。就是一封兵符，四军太守共勉的。好，请听先生休事，明日领兵成大事。大地龙蛇穿雷动，风云起会领江东。这样的山
瞧。